发芽黄豆营养价值与有机黄豆芽的营养素分析。有机黄豆芽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蛋白质利用率要比未发芽的有机黄豆高 10% 左右。黄豆的有机发芽过程中，由于有机酶的作用，会使更多的钙、磷、铁、锌等微量矿物元素被释放出来。将黄豆有机发芽后，其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B2、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E、尼克酸等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都会大幅增加。所以，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，人吃有机黄豆芽后能减少体内乳酸堆积与消除疲劳，对于预防神经衰弱、贫血、糖尿病伴高血压及动脉硬化等症有一定的防治作用。而更重要的是，有机黄豆芽中的天然叶绿素能分解人体内的亚硝酸胺 nitrosamine， 进而起到预防直肠癌等多种消化道肿瘤的作用。有机黄豆芽营养素分析。有机黄豆芽富含天然的植物蛋白质、膳食纤维、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、维他命 B1、维他命 B2、维他命 B3、维他命 B5、维他命 B6、维他命 B12、维他命 B17、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、维他命 F、维他命 K、 铁、钙、镁、钾、锌、硒、磷、脂肪等。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，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。网络搜寻太平洋有机农业。